菲律宾国际服装纺织品展及菲律宾体育产业及体育时尚展于10月5日至7日在 SMX Manila 举办。该展创办于2019年，是菲律宾国内唯一专业鞋服和体育用品展会。本次展览汇聚100余家中国参展商，展品包括纺织服装、鞋类、包袋、体育健身器材等。展会同期还将举办菲律宾亚洲国际电商交易会，聚焦于电子产品、家居日用等电商热销产品。